家来到华语之门全民赛跑大会线上初选。大家好，我是赵亮。听说啊，我们这期节目的选手们都十分给力，此刻藏友们已经摩拳擦掌，在另一端等待着我们连线鉴宝。那本期节目又将有哪些民间珍宝能够成功晋级呢？让我们一起来连线第一位持宝人吧。你好，这位藏友。你好，主持人。您的生活真的是好雅致啊，大道至简，简素美是中国美学的巅峰，也是我们宋人崇尚的极简美学。是啊，你看宋人啊，焚香点茶插花挂画，这宋代的美学对我们后世影响非常深远，对您的收藏理念是不是也影响很大呀？是的，我的重要收藏其中就包括宋代陶瓷以及高古玉器。你看这些都是我个人的收藏，这就是极简美学的集中体现。你别看它造型简单，但是线条流畅，艺术感极强。今天选定的藏品是哪一件？我今天想要鉴定的是这件双龙首的玉璜，它应该是西汉的。这件藏品确实看起来非常精美啊，而且我们知道这玉璜的等级本身就很高，它还是两头都带龙首的，所以您这件如果是真品的话，那确实是比较罕见啊。是的，比较典型的西汉时期工艺特征。你看这两个龙首保存完好，光气温润内敛，雕工精湛。看来您对于这件藏品是相当有信心，对不对？算是一件好玩意吧。好，那我在这儿呢也先为您加油打气，那我们赶紧来听一听专家老师怎么说吧。张老师您好。主持人好，藏友好，观众朋友好。传过来的清晰图片呢，我已经看过。这种器型如果我们不看它的钻孔，那么我们叫它璜。璜呢是中国古代玉器当中呢出现非常早的这么一个器型。一般的玉璜是在两侧打孔啊，它弧顶是往下啊这么佩戴的啊。如果说在它的弧顶打孔啊，两侧打孔或者不打孔，那么这种形式呢，我们有一个新的名词叫什么？叫横。我们现在的话叫左玉佩当中来使用的。那么梁先生的这一件呢，我们看它的孔是打在弧顶部位，它就是横。那么这件器物究竟对不对呢？我们通过它的表面的这种钙化状态看，它这种钙化呢非常的自然，它的深浅的变化啊也非常符合这种开门特点。另外呢，我们通过它的镂空的拉丝工艺看呢，也是传统的这种拉丝工艺，它上面的阴线呢也是当时的这种流行的游丝雕的这种工法啊，它的骨纹呢这个是分布的非常的疏朗，另外呢颗粒非常的饱满挺拔啊。这个时期呢应该是到了战国晚期西汉早期，并且呢龙壳当中也有獠牙，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断定梁先生带来的这一件双龙头骨纹玉璜应该是真品，没有任何问题。太好了太好了。同时呢，恭喜您这一件器物呢可以参加我们全国赛跑大会的下一轮。恭喜我们这位持宝人收获了真品一件。有人说收藏啊是一种爱好，也有人说收藏呢是一种文化，更有人说收藏是一种病，让人欲罢不能。接下来这位藏友可以这么说，病得不轻啊。嗯，您好，这位藏友。大家好，我叫曹恒达，人送我一个绰号叫英灵龙。我30年的时间收藏了大概3部多件玉的。太厉害了。哎，不过等等，您这称王称霸那可不是一般人啊，您这个爱好挺奇特的，收藏熨斗，赶紧带我们来看看呗。好，我带你们去看一看。好，这个房间我是不住人的，住的全都是我心爱的宝贝熨斗，我30年收藏的全部在这个里面，大概300多个。这一间它是春秋战国的，它属于石蜡坊，这一件就是近代，它里头还有鱼草的。那么这一件就是民国早期，它这一件就开始接近我们就是现代了。天啊，
说实话，我真的是第一次一口气看见这么多的熨斗，真是应了那句话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吧？我想从年代到做工，您对于熨斗那是了如指掌，研究的门清啊。熨斗王这个称号您可不是浪得虚名。今天您为什么要来华语之门鉴宝呢？我当然是通过全民赛宝大会来的，我这是明年赠宝。中风在家里的自我心疼是没有意思了，这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吧？那今天我们让专家老师帮您看看哪一件熨斗呢？那我就拿这一件，这一件我有点出的，不知道它是什么年代的。哟，还有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呢。那行，别着急，我帮您喊苏老师啊。苏老师您好。赵亮好，曹先生好，我们又见面了。把熨斗这么一个单一品种收藏的品种如此之多和数量如此庞大的，就是在全国我也没见到过第二个。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首先要为你点赞。那么曹先生，你今天带来的这件熨斗，首先从其形韵特征，尤其是柄部较短，整个柄呢呈一个半圆弧形，这个形韵特征符合其时代烙印。第二方面，从它纹饰内底的纹饰以及文字的时代特征也符合时代特征。从其身上所残留的铸造工艺的铸态也符合早期泛铸工艺的特点。第三方面呢，就是其锈蚀皮壳，从锈蚀的分布状态到锈蚀的质感，尤其是底部转折处有一处深入胎骨的腐蚀痕，都十分自然。再结合其裸露的铜质和锈蚀皮壳的质感，因为锈蚀生成什么样的皮壳质感，其内因是它的铜质，外因是它的环境，它所呈现的状态是青铜质感。那么综合以上这些特征，这是一件青铜熨斗真品，无疑。哇，太好了，太好了！邀请曹先生参加接下来的全民赛宝大会，我们赛宝大会见。谢谢苏老师，谢谢主持人赵亮，我一定来参加。到时候我还要给你们展示我的新收藏。我们拭目以待啊，这金陵熨斗王的收藏，今天我相信我们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那为什么他这么痴迷熨斗收藏？这些熨斗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等到大赛的时候，咱们现场跟他好好聊一聊。再见。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件清代早期时期这个青花人物故事的一件文房笔海。当收到这件瓷器的时候，确实让我眼前一亮。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开门并且倒带的清早期的一件文房。对，通过它的器型，它的釉面、发色、画的内容状态来看，我觉得应该是一件康熙的瓷器。对对对，我也是这么认同的。我看着怎么是最多到清中期，然后您看到您和我一下吗？真热闹啊！怎么着，你们这群人现在在这儿辩论呢？哎呀，终于连上咱们的主持人了。我们这儿正在讨论这件瓷器呢，刚收到了一件这个青花的一件笔海，然后大家还有了不同的意见了。那关键的问题是，你怎么看？我认为呢，这是一件标准的清代早期时期，就是咱们准确一点，就是康熙时期的一件青花的人物故事的一件笔海。通过它的发色，包括它的器型，还有底足的这个状态来讲的话，它确实是一件标准器。哟，您这调查工作做得够扎实的啊！可是我怎么听着不太妙啊？这宝贝这么稀有，跟国宝似的，那能就这么轻易到您手上吗？怎么来的呀？一般我的宝贝都是通过藏家或者通过拍卖会。当然这么稀缺这么漂亮的一件笔海呢，我也是通过咱们国内的拍卖会拍卖出来的。
可是我发现您这件好像是残器吧？不是都说瓷器掉毛不值分毫吗？您怎么对它就情有独钟啊？这么有信心带它来参加赛宝大会？确实是一件残器，可是呢，我对这种中国传统花片并且是中国传统人物故事这种瓷器还是比较情有独钟的。很多古代人表达他们的一种文化的或者故事的方式，就是通过这种载体传承下来的。所以说我对这种虽残犹精，可以这么说，所以说还是确实是爱不释手。可以可以，但是您的藏品啊，我不知道能不能够晋级，但您这觉悟我觉得了不得，赶紧的把陆老师鉴宝给您安排上。您好，陆老师。任先生您好。这个青花发色非常的艳丽，那么咱们都知道明清两代呢，明代以宣德啊最为出众，清代呢以康熙青花最为有名，而且呢是历史上的可以说是不衰之作。很多的收藏爱好者搞收藏啊都是从康熙青花开始。那你看这件呢，青花发色墨分五彩啊，浓淡相宜，釉底呢也是非常的老辣纯熟，画的这个人物啊，你看寥寥数笔精神抖擞，而且这个故事好像还是非常的完整。这个底呢你看非常的典型的，这叫什么玉笔，这就是康熙时期笔筒当中啊最为典型的一种绣笔。看这个胎质也是非常的糯，并且呢这个切削的这种力度啊以及这个旋转的这个修息痕啊都是非常的自然。所以呢首先先恭喜您，这是一件康熙民窑青花人物的大笔画。这个笔法呢也叫笔法。恭喜恭喜这位藏友。这个笔筒呢美中不足，就是在传世过程当中啊没有保存好，已经有残了。但是瑕不掩瑜，也是恭喜你啊得到一件宝贝，同时呢也欢迎你参加咱们华语之门全民赛宝大会，好吧，希望你带着你的这件藏品来到咱们现场。哇，得嘞得嘞，又是一位正能量的藏友啊，我想他的收藏初衷的确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接下来这位藏友真的是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Hello 大家好，我是叶小波，来自江苏省南通市。三年前我报名了参加咱们华语之门的线上云鉴宝的活动，但是很可惜啊，当时这个因为快递的原因我的藏品没能拿到，所以很遗憾地错过了那次机会。三年后我现在带着我的宝贝又卷土重来咱们华语之门节目了。你好张老师。主持人好，藏友好，观众朋友们好。叶先生带来的这套器物呢还真不多见。它是什么，我们看它的器物啊，它分别呢它是两种深浅不一样的颜色，浅色的这种呢它是三角锥形的，深色的呢它是圆锥形的，另外呢还有两颗正六边形的骰子，也就是我们说的骰子。它是什么呢，是我们中国古代四大奇类之一的双鹿旗。双鹿旗呢最早是从西域传过来的，在什么时期，在魏晋时期，然后南北朝隋唐时期呢就开始盛行，一直盛行到清代。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在清代的时候啊它已经成了一个什么，上至皇宫贵族下到黎民百姓啊，变成一种赌具了，赌博成风。在乾隆朝，乾隆帝呢下了禁令，所以呢这种棋渐渐的呢就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叶先生带来的这一套它究竟是什么时期的，它老不老，我们从它的造型，从它的用料的特点呢，我们可以看出它应该是金元时期的。什么材质，它不是琉璃的，它应该是一种地方的玉石，浅色的这种呢是叶蜡石，它非常的软啊，
磨制，切块磨制就能啊，打磨以后就能成这种形状。圆锥钟呢，它应该是一种熟纹石啊，磨制以后会形成这种啊形状。经过多年的使用啊，我们能够看到它上面的一些使用的啊摩擦的痕迹，包括它一种自然老化的状态。两个头子呢，它是骨质的啊，表面风化也非常的明显。那么综合这些呢，啊，我们可以断定啊，这一套器物呢，它应该是金元时期的双落棋子珍品。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同时呢，也要恭喜叶先生啊，您的这套藏品啊，可以晋级啊，我们的莫德全国赛跑大会。哎呀，我跟咱们华玉之门这个节目呢关注也有十来年了，现在兜兜转转，咱们的缘分又开始了。恭喜恭喜这位藏友，欢迎您随时来到华玉之门赛跑大会，下次见面咱俩来一局。我记得宋代诗人黄庭坚啊，曾经有诗文当中提到，鸟迹虫纹皆有法，游胜双鹿伴儿嬉。可见这一枚枚小小的棋子折射的都是历史长河中的无尽繁华呀。下面的这位藏友是一位不会看病的老中医，怎么回事呢？咱们瞧瞧去。您好。主持人好。我听说您是一位不会看病的老中医，怎么回事呢？快给我们讲讲吧。这个当时无印有个签名嘛，我写的是老中医，名字叫老中医，然后那个签名上写的是专治青花粉彩各种疑难杂事杂玩，然后现在想一下就觉得很弱智，不应该这么写的，因为太过于自负了。实际上咱们是懂了一知半解而已。好家伙，那老厉害了。那老中医，请问您这些年到底治好了多少病号啊？没有治好别人，把自己的治坏了，因为确实要学习嘛，因为学艺不精，一直在学，也没少吃药。那您玩收藏有多少年了呢？这个年头长了，这个年头的话，您看我应该是六十七左右，从初中时候就开始玩了，但当时是跟同学一块儿，也靠这个赚了一点零花钱，因为当时好做，就是有一些。没有假货，东西也多，然后买来就之后直接卖给同行开店的这么个情况。要不说您是资深藏家呢，所以此刻我对您今天带来的藏品，那可是狠狠的期待住了呀。这个小罐子呢，是很多年前它碎的，虽然就是当时就简单的粘了一下，粘好之后就无意中就把它放起来了。然后因为我们从这个收藏呢，很多东西就过手买卖就没有了。这东西就是因为当时放的地方比较特殊，放的比较里面，然后才还能留下来。我觉得这东西比较好，应该是非常薄嘛，它也非常薄，画工也挺好的，应该是成化年的时间，我个人认为。然后也请陆老师帮忙点评一下，帮忙看一看。还挺谦虚的。那我们请陆老师给咱指指路吧。你好，陆老师。赵亮您好。这个罐子呢，跟咱们平常能够见到的这个罐子呢，不太一样。它整个的这个造型啊，看了非常的扁啊，非常的浑圆。那么这个口呢，也是非常的短，感觉跟这个罐子的这个身子的比例啊，有点不太协调啊，更增强了这个罐子的这个饱满度啊，敦实度。上面画的应该是青花的缠枝牡丹，肩部的位置画的是一圈的祥云。这个云头呢，作为一个品字形的如意状，那云脚呢非常的短啊，都朝着一个方向，非常的规矩。底足的这个位置呢，这是遍体的连瓣纹啊，画的呢就不太规矩了，对吧？底款这都不用说了，大明成化年制。咱们要都知道啊，成化瓷器是非常贵重的，行业里头自古就有一句叫明看成化，清看雍正啊。这个罐子呢，整个的这个器型还是非常饱满，那这个料色呢也是非常的淡雅啊，不像咱们看到的一些瓷器青花瓷，一看呢就是那种明艳啊深蓝，不是，它是大面平涂之后，在笔墨重叠的地方，料多的地方，它会产生这种深蓝色。釉质给人感觉是什么呢？它是白啊，但是呢又有那种
糯糯的糖的那种感觉，就是它这个白呀、啊，还是一点这个带有暖色调的啊，不是那种清冷的白色。青花的颜色呢，啊，也是饱和度非常的高啊，你看它用的非常的浅，这个料非常的薄，但是呢，给人感觉呢，啊，一丁点它是不露底啊，有这种青花上的这种层次。这个底你看啊，露胎的地方不多，非常的窄，这个圈足修的非常的利落，而且呢，胎质一看呢，那种颗粒度呢，就是像那种绵白糖一样，而且呢，这个白度非常的高，能够看出它这个胎质淘洗的非常的细啊。恭喜您，这是一件老的瓷器。那么是什么时期做的这个成化款呢？啊，它是不是一件真正的成化官窑呢？你看它这个青花的这个缠枝的这个藤蔓画的呢非常的软，但是你仔细看这个笔的这个弧线呢非常的扎实。但是明代成化本年，包括咱们目前现在您拿的这件啊，它这个花头非常大，非常的满，但是这个叶子你看啊，跟这个小鸟一样非常的小，跟清代的这种仿成化的或者说是官窑的这种仿品，你看明显就不一样了。那么再看底足的这个莲瓣，我刚才说了，这个莲瓣画的要按清代人的这种审美来说呢是不好的。为什么呀？它有大有小，有宽有窄，而且你看这个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感觉随意啊，这笔感觉不是那么硬啊。清代的莲瓣是一半是一半，那它这个莲瓣画的你看是吧，就是感觉那么信手拈来，这个笔一看呢就是用的恰到好处。所以综合这几点，可以认为它是一件非常开门的非常难得的明代成化官窑青花缠枝花卉纹的吉祥之作。恭喜，再次恭喜。哇，恭喜恭喜，还可以上拍啊，真没想到这件藏品竟然还是成化本年的。看来您这位老中医的名号那可是真的有点东西的哈。那这次呢，不仅藏品能够上拍，而且呢我们还要邀请您晋级我们的全民赛宝大会，如何呀？这次时间紧，还是先上拍吧，下次我拿更好一点然后再来参加这个大赛。好，期待与您相见。那喜欢这件藏品的观众，此刻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华语一拍的专场拍卖了。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一对可爱的小姐妹。你们好，佳佳姐姐好，佳佳姐姐好，她是我的妹妹，她是我的姐姐，我们是一对好姐妹。你们好，我想问一下，你们知道我们华语之门节目是做什么的吗？为什么要跟我们连线呢？华语之门是做藏宝节目，鉴定国宝的，只要谁家有宝贝就可以来华语之门鉴宝。我们家有宝贝。你们家除了有你们这两位宝贝还有其他的宝贝啊，赶紧拿来看看吧。我最喜欢的是鸡肝杯，上面有大鸡和小鸡。那我们要鉴定的不会就是这对鸡肝杯？当然不是了，这个鸡肝杯是妈妈买来给我们喝水玩的。我们家还有更老的宝贝，就是这个香炉。那我问问你们，觉得它的年龄能有多大呢？我觉得这个香炉有100岁了。我觉得这个香炉有300岁了。哎，那你们知道香炉是干什么用的吗？香炉啊，它在古代只有皇宫贵族才能使用的，普通的老百姓是用不起的。先把香炉的盖子打开，然后再放一块香，把它点燃之后再把盖子合上，把它放到房间里，房间马上就变得香喷喷的了。所以皇帝非常喜欢把香炉放在自己的床边。我姐姐画过香炉，后边这个香炉就是我姐姐画的呢。
不错不错。哎，那你们知道你们的香炉它好在哪里呢？它非常的方便，它的把手很容易就可以打开，而且关上的时候关的我觉得也很紧，也非常的好看。它上面做的也很精致，瞧，还有一朵花呢，这里还缀着一些花。我听妈妈说这个是用黄金做的，旁边的都是用银子做的，可是我不相信故人是怎么把黄金白银缀在香炉上面的呢？我也有点不相信这上面的金子和银子。对呀，那咱们不懂就来问，对吧？华语之门有专家老师帮我们答疑解惑，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专家老师怎么说，好不好？好。好，现在我们来连线专家老师。赵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小朋友好啊。在这里呢，我解一下你的疑惑啊。它上面呢嵌的是金银啊，叫嵌金银工艺。这种嵌金银工艺呢也叫错金银工艺呢，有一定的难度。再一个，整体呢包浆看上去也不错啊，炉子整体做工很规整。你这个炉子呢是日本炉子，是日本的大正时期，相当于咱们国家的民国早期啊，这个样子。整个炉子呢做工很规整啊，也有实用性，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但是呢不是特别贵啊。日本炉子比中国的炉子要便宜了很多，大概呢你这个炉子市场价呢应该在5000块以内啊。小朋友，也就是说姐姐猜的年龄更加接近啊，祝贺姐姐，也感谢你们姐妹俩来连线我们。再见了小朋友们。再见。其实我们最开心的就是年轻的一代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开始主动来学习和了解我们老祖宗的生活方式，了解他们留下来的宝贝了，了解之后才能够更好的保护，您说对吗？我们一起来认识下一位持宝人。你好，主持人好，我想请专家帮我看一下这一件红木家具。大姐您好，我看了一下您带来的是一个都城盘是吧？它看起来做工非常的精美啊，以前能用起这个的那可都是大户人家呀。啊，对哦，这个是这个人是我们家以前连村里边的吧，是一家土豪，也挺有钱的，也喜欢钱一点。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它是干啥用的呀。这都城盘呢，它是一种文房用器，都是一个多音字，又念都。都城盘的意思就是把东西呢都给它盛进去，可是有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寓意。那您这件藏品是从邻居手里收的呀？哎，对，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在楼下聊天呢，他说嘞，他拿去从老家带回来了，然后去看一下，然后我去了以后，我看这东西也挺沉的。我就花了2000块钱把它给买回来了。看起来它像是红木的，如果是老的话，那2000块钱绝对属于捡漏了。捡漏了？那玩意儿是不是可以进去我们赛宝大会了？前提是刚才我说了，它首先得是老的，但老不老咱说了也不算是吧，需要专家老师鉴定之后才知道。现在我们有请专家老师鉴宝。你好。财友你好啊。您这件都城盘呢，首先它的材质不是紫檀，是硬杂木。这种黑色是经过人为染色处理的，整体呢也做过旧补，包括上面的铜活，一看呢都是新的，没有什么包浆。这个都城盘是新的啊，是现在做的黄木家具版。虽然不是真的，但它也是一件工艺非常不错的红木家具，希望您能够好好的保存它。谢谢，再见。当传统文化和收藏两个爱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能够摩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你好。你好，主持人，我来自安徽灵地。乾隆皇帝曾赐一种石头名为天下第一石，说的就是我家乡盛产的灵璧石。嗯，山川灵秀，有石如璧，故名灵璧。嗯，是的，我们县名就是这么来的。这么钟灵毓秀的地方孕育出来的人也是美如碧玉啊。您今天的这身服装非常的有特色。今天不是要和华语之门连线吗？
所以我专门穿上我最喜欢的汉服。然后我这个衣服上面是有写刺工的，这个袖子被称之为琵琶袖，袖子上面也有写很华丽的刺绣工艺在上面。这些都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些传统的元素，在日常生活中我也比较喜欢穿这一类的服饰。非常有气质啊，一看就是一位喜欢传统文化的小美女。我现在对你即将鉴定的藏品非常的期待，我想她的颜值应该也不差。颜值还是蛮高的。然后这是我带过来的三件绫管，这三件绫管当中，然后我最喜欢是这一件，然后这一件它看起来特别白润，然后握在手心里是很温润的，夏天呢也是冰而不凉。然后如果给它弄个挂坠，或者上面用个绳子挂下，我感觉是当一个项链啊，或者当一个挂坠，或者当一个压襟坠啊，都是非常漂亮好看的。然后还有一件是这一件，然后这件它是带有原配的这个金属件，也是比较一个很古朴的难得的一件。是啊，那您这藏品是怎么来的呢？都是你自己的收藏吗？这些都是我爷爷的收藏，他比较喜欢这个门类的，家里有各种玉器，新的旧的，然后都是有的。我爷爷去世之后，这些玉器大多数都留给了我，然后我现在主要是想看看这三个灵馆怎么样，能不能上拍呢？我看可以，但是我说了不算。我现在连线一下我们的专家老师张老师啊。张老师您好。主持人好，朋友好，观众朋友好。王女士呢带来的这三件器物呢，一件是和田白玉的，另外两件呢是和田青白玉，上面呢有这种铜锈和有机碳的附着，其中一件呢还有铜鎏金的这种构件的残存。这三件器物呢应该是同一功能的器物。那么它是什么呢？它叫绫管，它是我们清代时期官员的官帽上面的一个构件啊，它在顶珠下面，是用来插绫羽用的。它的材质呢多种多样，有翠的、玉的、瓷的、珐琅彩的甚至铜的。有的藏友认为一品文官应该戴翡翠的，那一品武官是戴和田白玉的。其实大清会典里面呢它是没有这种强制性的规定，绫管的材质的使用完全根据官员自身的喜好，包括他的购买能力来决定的。那么这个和田白玉的显然是材质非常昂贵的。那么这三件器物它究竟老不老呢？我们首先看它整体的这种光泽，因为经过百年以上的这种使用和氧化，它表面会有这种包浆。这三件呢我们看它的包浆是非常的莹润，明显是老器物没有问题。另外呢我们通过它上面的钻孔，包括这种中孔里面的管钻以后把中间的芯子掰掉的这种原始工艺看呢，它完全符合老工艺的特点。那么这三件绫管呢应该是清代的珍品，没有人。谢谢。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张老师，这三个绫管能不能上华玉一拍呢？我们完全可以推荐参加咱们华玉一拍的拍卖。好，恭喜恭喜。喜欢这件藏品的观众朋友们此刻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拍卖详情，参与华玉一拍的专场拍卖。俗话说光看不练假把式，下面我们即将连线的这位藏友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存在，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一下。您好，这位藏友。主持人好，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哎呦，您这此话一出应该是我们的忠实粉丝没跑了吧。来说说您看我们的节目看了多少年，等这一天等了多少年啊？大概有5-6年了。不过我跟其他人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一直是只看然后不收藏也不买。那您坚持看我们节目这么多年，这叫为爱发电。爱不爱的就是不敢说，就是觉得看节目挺乐呵的。是啊，那您
这不玩也不买，今天总不能是空着手跟我聊天的吧？那不能，就是我看节目这么久，一直就很想参加，所以这次专门跟我就是做收藏的朋友借了一件青花大鼻海，然后想让专家帮忙鉴定一下真假，然后顺便看一看能不能上咱们的拍卖。原来如此啊，您的梦想反正是实现了，但您的朋友他的想法能不能够实现，还得专家老师看过才知道。现在我们来连线一下陆老师，帮您看看。您好，陆老师。赵亮您好。这位藏友拿来的，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件青花的利剑，我看一下这个，好，把它旋转一下，好的，这底我看一下，这个口的位置，好，啊，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件笔筒呢，整体这个口底相入都是差不多大，是一只直壁长口的。一般的笔筒呢都是薄壁，在口沿的位置呢是不做修饰的。但是这件笔筒你看嘛，它的这个口沿非常的宽，而且呢它用的是这种紧地的这种纹饰，那么从侧面也有装饰，从正面也有装饰，所以感觉这是一件标标准准的清早期通经山水诗意文的大笔海啊，它是一件文房，而且说是文房重器。你看这个通景的山水啊，这个整个是江天一色，这个山石的这个渲染呢也是这种扁平化，用侧锋平涂，中锋勾轮廓，而且这个轮廓呢这个料色和平涂的料色形成一个鲜明的反差，而且这个料色当中呢还带有这种黑色的这种小颗粒，这都是顺治时期精品当中的一些啊特征。整体的这个釉色呢是淡青釉，而且呢传世包浆古旧之感呢都在啊，一看这就是一件非常地道的传世瓷，这是一件清代早期青花通景山水诗意文的大笔筒，恭喜！谢谢专家，谢谢。我是非常欢迎啊，能够您送到我个人的在华语之门官方啊华语一拍的个人专场当中啊，感谢您的助力。哇，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恭喜二位，这叫好事成双呀！不仅您来参加了节目，朋友的藏品也如愿以偿的上拍，恭喜你们啊！谢谢主持人，这些年的节目没有白看，虽然说这个东西不是我的，但是我回去之后一定让我的朋友请我吃火锅。是啊，总有收获对吧？那么喜欢这件藏品的观众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华语一拍的专场拍卖了。节目中出现的部分藏品已经进入到拍卖程序，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华语之门官方拍卖，专家把关，轻松收藏。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华语之门全民赛宝大会线上初选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但是真正的鉴宝大会才刚刚开始，后续呢请您持续关注我们的华语之门全民赛宝大会。我是赵亮，我们下次再见。河南卫视，文化中国。